我在斯温拿买了个小酒店，这是2021年买的，因为这个小酒店这是我的 lucky 一个很幸运的投资，因为我买了这个小酒店，我就知道斯温拿这个地方了，所以我现在在斯温拿，我大概过去的一年卖了大概200套房子，因为这个酒店我才知道斯温拿，才知道现在车长在这块建房子。那我现在接下来会有个系列的视频啊，这个视频就是橘子和他的38家房客。我这小酒店总共有38间房子，然后我现在这个整个小酒店管理全部都是用 CoLab 的，用这个 CoLab 的这种社区化管理啊。然后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效果，整个大概运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琳达，我现在开始这个录像，这是大概这房子没有一个正规的门，以前这块有个牌子挂在这儿写着名字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装修完之后，那个政府不让我们装了，说那是违规的，不能挂牌子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挂了一个招租的牌子，然后我们这是从这个门进来，嘿，凯文啊，然后凯文是我的房客，也是我的负责招租和运营管理的，大概每周工作7天，每天工作10个小时。那我这个房子呢，你现在我带大家大概看一下啊。实际上呢，整个最开始所有这一片地，就包括在门口这是个饭店，这个绿颜色的，这是一个小酒店。38家，然后后边呢是那个卡车的那个停车场，还有后边很多房子，之前都是一个黑人，都是一家人的，然后他现在就拆分，酒店卖了，这个酒那个饭店也卖了，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住在2号房的房客，现在也是我的修理工，然后他们是夫妻两个，太太是我的清洁工。那清洁每个房间大概收10到15块钱一小时，然后她特别喜欢这个植物什么的，然后她老公是给我装修的，所以现在一会儿会跟着我去到房子里，到我其他的房里去帮我做事情，然后这是这个房客，这个太太啊，帮我做清洁的那个婶婶人特别好，她种了这么多植物，放了这么多植物，为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，就38个房间，大概是这是最大的一间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那个房间有个储藏室，有个小冰箱，不能做饭。然后这房间漏水了，我们今天过来修。大概是这样的。然后是最大的房间。整个这边是办公室。我现在我一直在买东西，因为我这个才运营大概2周。我现在每天在这盯着，但大概用2周的时间，我把整个小酒店的团队就都建立起来了。所以，我这个小酒店是房客管理的小酒店，所有的员工都是房客，我没有雇员工。然后，基本上现在就是清洁的也有了，装修的也有了，帮我每天在这盯着，每天帮我准备这个，因为他们没有厨房，所以我每天给他提供一点简单的这个零食，然后有一些，这就是咖啡。然后冰箱里头有可乐，就这有喝的有吃的，就是这是我提供的条件。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你说很普通的一个小酒店是吧？我给大家看一些录像，是我们在装修过程中我录的录像，你就知道我这个房子全部重新都做的，是新的房顶、新的水管，全部都是新的，新的空调、新的电线，全部都是新的。我整个装修大概花了2年多，快3年。然后有一些问题呢，我这个是最大的房间，最大的房间它配这些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有一些很小的房间，这个房间大概是，270多平方尺，但是有的房间就是140平方尺。那140平方尺呢，我们这个也都是买了床头柜，比方说2个床头柜根本放不下，然后，也买了这个想要放电视的这个地方，但是放不下。就是有的时候，你如果要是订家具的话，一定要看你个家具的尺寸跟你这个房屋的大小。还有就是，我觉得我整个装修做的这个整个房子这个灯，风扇特别，我觉得是浪费钱。比方说，整个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有一个灯就行了，就是也不用这像现在这个房子大概是5个这样的那个这个 recess light。还有这个风扇，但像这个房子是274平方尺，你这样还可以，但是也是我觉得挺浪费的，因为
车电线都是要花钱的，电工要花钱的，买灯要花钱的，然后现在这个电费我要花钱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有的房子就是140尺，它也是这么多的 recessed light，也是这样的这个风扇，然后这风扇就离那小床离得特别近，就人住着就整个就也不舒服，因为房间特别小嘛，你所有只要是装的少的东西肯定都是好嘛，都是方便的嘛，因为空间特别小，那个每个空间都很金贵嘛。这是装修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啊。然后这个，因为他们不能做饭，就是我们还帮他装了一个水池子，这是后装的。然后最开始装的这个水池子呢，这个水龙头是长的，就是比方说这是水小特别小的水池子，这是这个水龙头，然后水龙头是长的，然后你一放水呢，那水是冲到外面的，就是这种特别小儿科的错误也都有啊。你就知道那个施工的人，有的人干活不动脑的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说，哎，你这个不行啊，所以现在又换了这种至少它一喷能够进在水池子里。詹姆是住在二房房，然后他太太是本来就是打扫卫生的，然后在这里看见他们种的这个辣椒吗？这空辣椒，然后这些花他们开始在给我要种花，这边就全要种花，现在都开始嫩，这是上面他种的花，这些一直都种上花，然后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到时候中间会放上一些台子，这样他可以坐在这儿，然后我弄一些。我短租房废弃的沙发，都放在这个门外边门廊里头，这样他没事可以坐在那儿。然后等我还订了一些那种假的塑料花往下垂的，这样放在那个每家的门前，这样稍微有点隐私能挡一下子。然后我现在等詹姆斯去拿他的工具，这詹姆斯长得可帅了。然后他女儿可帅了，就像电影明星一样。他儿子可帅了，孙女可帅了。啊，这是小丽要做清洁，她是专业清洁的，这些工具都有。然后这是詹姆斯给我做的，不用我告诉他们自己就在这样做的。就是他们在帮着照顾这个物业，就是他们在花精力花时间在照顾这个物业。但是可能就说他们没有车，詹姆斯还有车，可能没有银行账户，没有信用卡，可能，也不储存钱。